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港帅的何浩林。对于这次比赛的看法呢，很简单，就一个字：赢，赢，赢，赢。我是二王军事总长二王卡子亚，对于这次比赛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我唯一有兴趣想知道的是，你们这些上擂台挡在二王军事前面的人，够不够我们吃？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够我们吃的。Bring it！ 这次不管你们 NTW 派出什么样的人来对付我们，我们都不在意。我们这次重点不在输赢，我们只想打爆你们而已。哼，你们讲完了没啊？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到时候十月二十号擂台上见就好了。哼，他们会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？十月二十日，偷偷握全面战争大赛就能见分晓。